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如何将我们的手机屏幕变成 LED 弹幕形式。如何操作呢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打开经常使用的微信，打开之后我们在最下方点击发现，在下面找到小程序，我们打开。我们需要在右上角的搜索这里直接输入手持弹幕，点击之后我们点击搜索，直接点击第一项。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手持情书和经典弹幕，我们找到经典弹幕，大家可以看到就会有字体在我们的手机屏幕当中滑动。我们在最下方可以输入自己想说的话，然后我们点击发送。我们在右下角这里还可以添加颜色，可以添加比较醒目的颜色，以及设置它的速度。以及背景，点击完成，这样就设置好了。我们点击右下角的，这样可以直接将它保存下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还可以传递我们的正能量，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更多精彩，请关注灵动生活，再见。